变成是一个精品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旅券是全客制化的一个产品，是客人下单我们才生产，外销比例大概占了90%。我30岁，我自己可以买房、买土地、盖工厂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嘛。对员工讲话就很不客气，一夕之间，然后整个员工，然后就全部都离开了。请锁定台湾名人堂。